爆掉大。可能是雅克是上次 gank 一次他，然后他就没有，他就没有被 gank 过，他就单纯被塔杀，他是第一次死就被塔杀。他只要是被 gank 死了，我还能够接受。他是从头到尾都在乱打。私密，私密有头号玉找订阅，太神了吧！我就说说说我看台，然后用这个秘密抽法抽到玉找都该订阅。这秘密抽法真的是很屌，真的是不唬啊！我买这个，买多兰顿。贾克斯有来是后面啊，是我先去贾克斯才来，贾克斯很后面才来，贾克斯看起来不太会玩。秘密抽法没有中美罗虎，只有中双子。这你有没有试过再抽一次？要用十连抽哦。没抽到是不是该退定？我教你们这个秘密抽法，你没抽到，你还要退定？我这边的也太亏了吧！我已经把我毕生的武功全部传授给你们了，你们居然说这个没学得就要退定？这没学得不是我的问题啊，朋友，没学得很明显是。很明显是 Fate Go 的问题，是装尸的错啊，是装尸的错，不是我的错，好吗？他怎么那么硬啊？不防战士好像也还好，只是主要是我跟他对打，居然去讲那种痛。我跟他对打好像会赢，没记错啊，跟他对打，我记得历来每次跟亚素对打我都会赢。干！只是角色很摆烂而已。什么？他到底是给一级刺啊？太 OP 了吧！我操，他 Q 了一个很奇怪的位置。啊，治愈也没按。帮不了你啊！小兵进塔、啊，你现在上，干，他一转号，我刚 Q 在塔下角，我转好的话有得打，没转好就没得打。
他是依我普攻，然后直接出去，漂亮。没办法，他刚刚在那边打完全跟不到，我帮不了，因为我等级少他一等。他刚刚那边打就是我们二打二也一定输。那边酒桶是你一定要卖、欸，不然英雄联盟的人都已经知道你那酒桶就是你那时候来超难打，我帮不到他，他也不太可能能够救到我。小李先蹲在里面的话就是没得打、啊，因为你们先扫一个人啊，你超难打哎、欸，你是被他先手再加上你靠过去一定输。等级又输，然后你输的话，你是小兵全输，你就直接狙了。你输就是直接投降。靠北没吃到。Let fear become fury. 其实二大师打牙术应该是会屌打，应该是会屌打，没错。他是坦型的，坦牙术，坦牙术感觉也是完全打不赢我。等一下、啊，我在忙啊！等一下、啊，你说哪一波进塔？你说这一波进塔吗？你说进塔两波、欸？哎，进塔是你说李欣的那波还是？是李欣的波还是那个谁那波、啊？进塔有李欣一波啊，然后亚速一波啊，各进一波塔。再点燃！他点燃我有转 W， 但是刚刚最后一下没砍出来，刚刚最后一波砍出来的，我哦，李现哪来的、啊？我少吃到他一个 Q 吗？哪来李欣啊？输一波点燃，太多了，输一个点燃，补下老多人啊。他是就是有一个很多量很贵。不打龙，我拉开了。比较资源。木白浪，他一了我几次哦、啊？
他一罗两次。我只能卖啊，刚刚只能卖，他那一定死。回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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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再待下去就要死。看，我回，我不回，我一定被塔杀、啊。我回了掉头塔、啊。楼要维修了，明天几点啊？会影响到我们早上开台吗？在干嘛？他这波超亏吧？因为我一定吸得回来啊！我要吸，我一定吸得回来。刚才放电了。感觉李信在他后面。就只有李信在他后面。我刚刚对打我弟，我刚刚对打我弟。不行，不能，不能让他进厨房，在干嘛？家喽，终于可以回家了。刚刚那波杀不死吧？我觉得我尽所有力气，我都杀不死他、欸。我有医到他吗？干，我应该没医到他，我医到他应该是死。没有啊，谁都不能进厨房啊，猫咪不能进厨房，因为。我们厨房那边阳台门被他撞开，到他跳下去之类的，麻烦。不是啊，重点是阳台啊。干，七点到十点，真的假的、啊？七点到十点维修，太惨了吧！No， 哎，哦 ，nice。好漂亮哦！啊，那个晕眩漂亮，晕他、啊、超酷哎！重点是怕那个、啊，重点是怕他进厨房后会跳楼啊！猫咪都不太知道高度啊！手塔已经掉了，好像是什么东西在喵喵叫啊！喵太久了吧！我晕到晕到晕到，我这晕带走。
滴滴。漂亮。副丧尸基本上只有那个啊，副丧尸基本上只有他那个，只有他的天人技要改啊，他天人技就该改，他最应该改掉他的天人技，天人技太烂了，妈那个复活真有个智障，每一次复活都已经被他定到。有病啊！这样子猫吵死了。不是啊，那你就不要一直用，不要一直吸引他们啊！你就赶快把那东西就定位的放好，告诉他不是猫屎不就好了？让他们有过度的期待。你就让他们有过度的期待，他就会觉得。你在欺骗他，所以讨厌你。对啊，拿碗能装水果吧。刚才不是水果，是啥表啊？马仲宇喂我的还是一个男的，明明旁边就有妹子。期待，我也像猫咪一样期待啊！期待自己被抖内吧，我猜。那我能够抽贝的够。想出这个欸，伤害不太高啊，物攻比较多啊。我觉得我求稳吃兵吧，我们就浓就好了，没有必要跟他打。等中期一点，等我们那个小法师能够秒掉进来勒布朗，只要小法师能够秒掉勒布朗就有得打。对，秒勒布朗，乖，秒勒布朗，干嘛太凶了吧！太阳树怎么北蓝呐？我们其他边没有推到东西哦，好亏哦。他们花三个人抓我们上来。哇！完全不能动哎，就死掉了。你们可以接一套，也接太凶了吧？
你那一套接太凶了。有有，干好难打哦，难打哦，天啊！他是怎么踢到你们全部人的、啊？李欣直接一个踢是嗯，然后压速，然后压速憋大，然后下来再被那纳米传上去，动都动不了，直接死了。我们去为了帮那个酒桶嘛，只有那样有被。好像有被牙齿 Q 到吧，然后我想救他。没有，刚刚那波太可惜了、啊。就他们三个人上来上路的时候，感觉其他路应该拿些什么，但我们全部人都在晃。你看那好运姐就在挂机，我们在拿那个蓝 buff 啊。好运姐在挂机，不是啊，就应该要分别推啊，你就一定要拿其他东西啊。掉巴龙了、啊！好运姐怎么一直在挂机啊？到底干嘛啊？她怎么一直在挂机啊？这好运姐超级不专心在玩游戏、欸，她怎么在搓啊？看这种超靠北，她从头到尾都在挂机。他在睡觉、哦，他又在挂机！天啊！走！很理性哦。酒桶 ，Where the fuck are you？ 该，好吧，我们队友是每个都在挂机。为什么酒桶不来啊？没有任何理由，他可以不来。排胜，只有一人就排胜。漂亮！就拍胜欸，酒桶为了推上没啊，他刚刚推上明就在那边挂机挂了很久，我们从这边往回退的时候，退这边的时候他就应该从这边靠过来啊，他靠过来就好了。干，推上这个是借口啊，最好是推上会打成这样，他推上推然后推这么久他就在挂机啊。好可惜哦，虽然他来应该不会赢，这里就拍胜欸。哇，这路西恩这么痛啊，这路西恩打了一万